对吧？哎呀，你干嘛叹气呀？没有，金子，你教我说那个彝语好不好？那个好听的那种，好听的。就是夸那个夸人的那种。我厉害不？嘿嘿嘿，啊，你黑不？对。我这次发音很标准，有没有？我厉害不？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家人们，就你是们你好帅的意思。这主播有点怂呀，就夸是。谁都怂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会飞的大象哥，我厉害不？就是我对你说的，就是你好帅的意思。这换谁都怂，这个。刚刚金子的这个说我帅的这个意思是吧，家人们？我厉害不？就是帅的意有思。个人说我知道一句，身身体体有娃娃，身体娃娃娃，娃，身体娃娃就是你身体好不好？身体娃娃。身体娃娃，对呀，啊，有个哥哥他打大哥打的，他说身体娃娃，身体娃娃就是身体要好不好的意思。给我编的是吧？啊！我说你给我编的吗？全国舅舅，等一下，他们说等你妈妈来了就叫全国舅舅，点儿不都弄了就是哦，不是叫你舅舅，叫全国舅舅。往外翻，这样子。我没有被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只是说，我也是第一次，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经历的，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对？假如我经历过这种事儿，我就不存在了，对吧？一次两次不是就熟了吗？这没经历过呀，第一次呀，就是心里边还是有点慌。什么东西啊？给我的吗？这个先，那个，但是我要做一个真正有用、对你有用的东西。对我有用的东西。这两天天气热吗？你们知道金枝要给我做什么吗？等我做好了，我到时候给你送过去吧。你能不能告诉我给我你？做顶帽子吗？他们说，他们说给我做顶帽子。汉族当中绿色的帽子是不好的呀。对，好，你做好的都吗？好。绿色的帽子好吗？他们说的，就是上次有一次直播间有一个叔叔说的，他说男生不能戴绿色的帽子。哦，彝族姑娘要找她舅舅是吧？对，彝族的话，舅舅当大。对，就一会儿，比如说我妈妈同意我嫁的人，我舅舅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不能嫁。你舅舅喝酒不？我舅舅，我有好多个舅舅不是，那得找哪个舅舅呀？舅舅，那得找哪个舅舅我们有三个舅舅，呀？就是三个舅舅，他们都喝酒吗？他们好像对要喝三个，抽烟不？都要抽烟，喝茶不？不喝茶，不喝茶是吧？我爸爸喝茶。你爸爸喝茶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OK，哎，这个散了，散了。没事，我就是这个瞎编着玩的。真正的东西我啊，做好了，我给你送过去呗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里？我住在酒店呢，哪个酒店？就是你们这边最好的那个酒店。最好的对，那个五星的。对，就在那儿。哇，那个是我哥的。那个好像一晚上就要1000多块钱，是不是？没事儿，我住不花钱。你住不花钱？对，我哥的呀。那我如果找你的话，我去哪里找你？你就去那儿找我都可以，你问我就不可以。是，我不可能到酒店里面去找你吧？怎么不可以啊？你来，你不问是，呀，我你。去你酒店房间里面干嘛我又没叫你去房间，他那边有茶室的。呀？我那你哎，可以改天去。这么，改天我带你去那边喝茶。喝茶吗？我不喝茶呀，我就是说到时候做一个礼物给你送过去。啊，你去那边你问嘛，你问我问付钱，他们都就知道了。问谁呀？随便问谁，他们都认识我。都认识你？对，因为我在这边待，我这次就过来待多久了？不知道呀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去啊，因为这里回成都也不远呀。我待几天了，别的有半个月了吧？有没有？没半有。个多月了吧？有了吗？上次我们一起回去过吧？应该没有，啊，没有，没应该有，没有。
没有半个月在这。十天，十来天。去了就上钩了。那个阿德哥，你不要想的那个那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那个吵得真的烦，真的搞什么样的，真的一天到晚。人家他是来方便我们的，他是做好事的。做好事的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里下集市很远。嗯。你这边没小卖部吗？没有啊。我给你开个小卖部，好吧？啊，这里开小卖部啊，不划算。啊，怎么不划算？因为我去，我又不会开车，我又不会去拿东西，所以那个去一趟我就很远。那个，我到时候我来找你的时候嘛，我什么东西我就拉上来。可是你又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这里啊。那我派人到时候给你送东西呗。那万一以后你娶老婆了呢？我呀，我有心上人了。对啊，所以说以后你娶老婆了那。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心上人这个东西能不能那什么。那个，你有心上人了？嗯。谁呀？你呀。我。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知道我的心上人是谁吧？你们打在公屏上边，我看一下，好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万一是你呢？啊？没有万一，你以为我配不上你？哎，这个姐姐啊，你不要叫我露脸嘛，你露什么脸啊？那天我露脸你又没在，对不对？对，富哥那天露了脸了。你们又没在，长得挺帅一小伙子，嘿嘿嘿，没有，其实我长得特别丑，你知道吧？没有，富哥长得很帅，真的。嗯。他说过，他说我的心上人是咪咪。嗯。啊，不要浪费哦。咪咪年纪还小啊，不开这个玩笑。那个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想看吗？看嘛，来拿去看看看看看。哎呀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！你们就看这只手帅不帅？白白白嫩嫩的是吧？你看我手指甲干不干净？手指甲干不干净？嗯，家人们点点赞嘛！吃什么？吃土豆儿？吃土豆啊，今晚？啊？你说下边不是那个？你爸妈他们去吃那个酒席去了吗？不是你在这里吗？我不能去呀、啊。我带着我去呗。啊？我没去吃过这个。你要去吃酒席，我们彝族的酒大碗你不会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哎，反正你不去就对了，就是因为你会不习惯的。为什么不习惯？我觉得我家人们，我是不是应该给我的吗？谢谢。你肯定习惯不了的，所以我都不带你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要习惯，以后我就不行。有可能以后我的生活就是这样。我怕你被吓走。我怎么可能被吓走？你说等会儿你爸回来，大不了那边美女太多了啊。只要太多美女了，我们彝族好多美女都在那里。今天那金枝一点自信没有，家人们，你说。金枝美不美？美的打个美，给他一点。那个女孩子嫁人那里会有很多很多美女的。半年吗？对。那你什么时候嫁人啊？要不这个事儿我定吧。啊？啊？这个没有。不是那个，我爸爸妈妈现在在给我相亲。不是不去了吗？又得去啊！我一会儿我跟你爸妈谈一下，好吧？大不了我被你爸揍一顿。你又没干啥，为什么要揍你呢？因为那个吃酒那里的话没有桌子，都是在地上。蹲着吃啊？嗯。就跟我第一次来看你找你的时候，就都在地上吃是吧？蹲着吃，就这样。没事，我慢慢习惯嘛，我慢慢习惯，好吧？不，你会嫌弃的。不会嫌弃。还有大家他们都不愿意去。家人们，你们愿不愿意去啊？你们想不想去看那个嫁女儿的那个？能不能播呀？啊？嫁女儿能不能播呀？谁的嫁女儿能不能播吗？你不是说下边嫁女儿吗？嗯。能不能播？可以播，但我不想带你们去。可以直播，但我不带你们去。你们会嫌弃的，并且这里下去的话，中间没有网络。中间没有网是吧？对。嗯，今天拿个镜子给我们看看富哥的眼睛。
看我的眼睛，我眼睛你眼睛很大的，我眼睛单眼皮，眼睛比我大，丑死了，单眼皮，不是单眼皮啊，你金子的眼睛大不大？富哥的眼睛要比我的眼睛要大，大吗？我的眼睛有那么大吗？我的眼睛大吗？你们金子的眼睛大不大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金子的眼睛大不大？大的打个大。富哥的眼睛，富哥的腿，富哥的腿，配得上金子吗？我感觉我配不上金子。哪有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因为金子特别能干。没有。知道吗？而且很勤奋、很努力的一个彝族姑娘。你们俩站一块儿看一下，怎么不给表弟吃？表弟，哦、表弟他自己拿吃了。我自己动手去。表弟饿个三五顿没事儿。我们俩站起来，好，我们俩站起来看。我比他高，我比金子高，大小正合适是吧？对，露个脸。金子很漂亮。哎呀，那个何锦平那个姐姐吗？怎么了？在这儿说半天了。说什么？她说：“小富露个脸看一下。”那个姐姐，那个直播间的是姐姐多还是哥哥多呀？我先问一下。嗯，对啊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是姐姐的扣一，是哥哥的扣二。我看一下有多少是哥哥，有多少是姐姐。嗯。小腹有多高？175有没有？没有。170。不止。171。172。172。哇，你比我高了10。扣一的是姐姐，扣二的是哥哥，是吧？大哥是吧？哇，嗯、好多是姐姐。现在直播间这么多人，家人们，你们打出来我看一下。男多女少？没有，女的多呀。我看姐姐阿姨都多呀。三是什么？三是不男不女吧。我们出去呼吸一下空气吧。有点熏，对吧？对，这烟子有点那个。哦，下雨了。下雨了吗？嗯。哇，快把毛巾收了。哇，下雨了！哇塞，这个老天爷都留我。嗯。他没有。阿姨是吧？依然是阿姨是吧？那个李小龙是阿姨吗？你这名字，哦。哎，我看见一个东西啊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啊，家人们？你们见过这个是什么吗？你们见没见过这个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不是农村都有的吗？你们不认识吗？是的呀，李小龙阿姨你好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知道吗？能不能知道的砸在公屏上面？推土机。那不是机器。它不是机器、啊。感谢送的礼物啊！你们不要送礼物啊，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嘛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牛用的。牛用的。嗯。哦，犁地的啊。对。哇塞。这个呢？哦，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他们哎，这个没电了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他们都知道是有什么用的。那你们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是来自农村的还是来自城市的？来自农村的打个农村，来自城市的打个城市，好不好？怎么还有一个爆火啊？嗯，不会煮吧？全部在楼上，其他的都农村的吗？农村的还是城市的？农村的打个农村，城市的打个城市。富哥。哎，我。他们在哪儿吃啊？那房子下面。房子下边是吧？那个白色的房子下面。哦，那边吗？对。哦。我。耶。哦，好像是我爸的声音。是吗？哦，都是来自城市的，城市的有点多啊，农村的少。那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是在哪儿的农村，哪儿的城市？你们能不能打出来？你们是北京的吗？上海的吗？成都的吗？是吧？
还是湖北的吗？你们能不能把你们的城市打出来，把你们农村的所在的城市打出来，好不好？安庆的是吧？成都、江西、南宁、重庆、温州。重庆下雪了吗，大哥？啊、没有，我今天不就是我们四川的吗？没有，我今天看视频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视频说：“大哥，你重庆下雪了没？”你去过云南吗？我呀，嗯，我去过。西双版纳你去过吗？我去过。我好想去那里啊。版纳挺好玩的。对，我好想去那里。我带你去好吧？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很漂亮，那个衣服是什么民族的？苗族的吧。苗族吗？哦，那个有、那个、有布依族，有很多族，那边56个民族。傣族，傣族哦，对对，然后脸上化化妆的那个傣族，我好想去啊！我跟咪咪我们约好，我们如果说存到5000块钱，我们就去，一个人5000块钱，对啊。那明天就去嘛？明天存不到，明天就去。我们傣族有点热是吧？还不如大理好玩啊！大理我每年都去，因为我有个朋友在那边做了个挺大的一个客栈的，我每年都去。客栈。嗯，在洱海旁边。客栈，还是什么客栈什么？客栈。寨子。客栈。客栈。对。我下大雨了。你进去吗？躲雨，下大雨。哇塞，家人们，来，那个，你们说要不要我带金枝和咪咪他们去，他们想去的版纳玩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我们现在还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没钱。我有呀。不要你的钱。我不给你呀，我请你们去呀。不要。我不是给你们钱，我是请你们去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自己挣钱去，因为我要带我妈妈去。我带你爸爸妈妈一起，全部一起去，好不好？把你哥哥姐姐都带上。我哥不好吧？我哥哥家里面四口人，我姐姐家里面四口人，然后我家里面那就有三个。然后再加咪咪家里面有，我的天，这么多人，正好就一个团就去了呗。哇，这么多人，我算一下有多少个人啊？哥哥姐姐就8个，然后再加我们是，再加我们就4，我爸爸妈妈还有你我，我们就4个，就12个，再加上咪咪家里面8个，20个，20个人。20个就开一个车4个人嘛，5台车嘛，就开5台车嘛。没有那么多车，要不就坐飞机嘛，坐飞机过去。我害怕坐飞机。害怕。嗯。你坐过吗？我坐过一次，我带我妈妈去过三亚。带妈妈去过三亚是吧？对，我现在还想带我妈妈去旅游。那我开车带你们去呗。除了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不要把这些东西想的特别的那什么啊！我可以带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，这个没事儿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大巴也可以，对。可是去玩的话，玩什么呢？玩什么？去吃好吃的，看美丽的风景。这边有好多好吃的。嗯。就我听过一个人说，他说去旅游就是一个地方呆腻的人去另一个别人呆腻的地方。嗯、啊，对，也应该也是。但是我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妈妈没有去过那些地方，我想带她去。可以啊，我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去。可以啊，年纪大了。可以啊。想带我妈妈去。那个家人们，这么，反正手机也没什么电了，我等会儿，我等他爸爸妈妈回来，我和他们谈这个事儿。谈完过后，明天给你们汇报工作，好不好？你要谈什么事啊？没，你不管嘛，你不管，我没事。哇，有个岁月如歌在版纳是吧？你们觉得好不好？明天小付。给你们汇报工作，然后这个事儿，我今天我必须要等着他爸爸妈妈回来，然后把这个事儿给说明白，好吗？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可以吗？可以的打个可以，好的打个好，可以的打个可以，来我们一起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点到6万赞，我们就差不多，好吗？你不叫弟弟吗？可以吗？对。对，因为今天我把这个事儿谈好了，我了解了过后，我明天给大家汇报，行吗？会飞的象哥，可以是吧？对，好，您一个我知道，行，可以。
那直播间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点点赞好不好？点赞，嗯，一起点点赞，然后那个明天小付给大家汇报工作，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好吗？大家一起点点关注，对，点点关注。我先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流程是怎么走的。不要，你今晚还是先回去吧，不要见我爸爸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想你见我爸爸，可能会被掏。被什么？被掏？掏哪儿？骂。哦，被骂是吧？被骂没事儿。嗯，不信你回去吧，就让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啊？你下吧，你回去吧。不要。把手机给我，你回去吧。你回去嘛，我不想你去见我爸爸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关了吧，快点，你关了，你回去吧。你关了，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你快点啊！哎呀，你回去嘛。